向所有庆祝中秋节的人士致以最美好的祝愿，但请切记，今年我们必须一改往年的庆祝方式，遵守规定，听从卫生建议，保护好所爱的人和社区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浏览 coronavirus.vic.gov.au/Chinese.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.